台北有一名51岁的刘先生，因为路过免费保肝筛检的会场，结果才知道自己有 B 型肝炎，并且还引发了一个8.6公分大的肿瘤。根据调查，全台大约有1/3的人不知道自己有 B 肝、C 肝的问题，还有61%的人是有脂肪肝。医生就强调了，肝是沉默的器官，提醒民众一定要定期检查，及早治疗。